们看这一点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平面包含这一点，而且跟这个向量垂直，那这个向量就可以当成它的好向量，所以可以设这个平面是2x 加 y 加上3z 等于 k 啊。那这一点在这个平面上，你就把它带进去，二乘以负一是负二，减掉二，加三了，所以这是负一嘛。然后移过去就是2x 加 y 加三加一，三进来啊，加一等于零。